本节目由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。今天麦当劳半价哦，赞助播出。我能嫁给星云来吗？可以。这个时候你可以了、哎、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我同意。他们说今晚的夜色很好，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娇。我说这样的情景也很好，至少还够我一个人胡闹。那你真的吃点东西要一致，你画故事，我妈都没有那么那个的。哎，真的，哎呦我的，哎呦我的，就错了一个，是吧？我天，你们俩这么默契，真的，这太吓人了。没办法，不是我俩今天的，他今天专门想来看他的。还是你的微笑，动人的嘴角。都是你的迷人才无关紧要，现在是不是该给你一个温暖怀抱，我会不会刚刚知道你就是我的解药。他们说今晚的夜色很好，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娇。我说这样的心情也很好，至少还够我一个人胡闹。忽然想起初见你时的那份感情，我已经对你下定决心，要慢慢靠近你，走进你的心里。我看着天边乌云都走到我心心一下，真是他们的遗憾。然后把他们的小猫都走了，我和你之间不过一厘米，心跳的声音越来越近。别让他们再将酒喝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就知道了。下定决心，要慢慢靠近你，走进你的心里。我们这个视频你肯定要一键三连，好吧？对，我们这个视频必须一键三连，三连完了之后再去三连那个。